iPad 点餐结账一把抓。就是这样，服务生只要在 iPad 上按个两三下，就完成点餐动作。iPad 点餐不稀奇，这套由 iChip 资厨公司研发的 POS 系统，还包括了自动化结账，帮老板们分析报表。更神奇的是，如果客人刚好没带钱，也没带信用卡，只带了手机，那就干脆用手机结账吧。手机信用卡结账，手机结账是 iChip 与中国信托合作，利用 iBeacon 及蓝牙技术来进行手机支付，未来很有可能也会支援苹果 Apple Pay 行动支付功能哦。他在付款的时候，服务生只要选择中国信托直接付，然后选择按结账。那在消费者这边呢，他会这个 app 里面看到一个直接付的功能，输入个人密码。这时候消费者做完确认，只要按下立即付款。这个时候会向中国信托要求授权，授权一旦成功，我们会直接把它发到前端。这个过程大概不会超过10秒钟。完成之后，消费者这一端也会收到一交易成功的讯号。有了行动支付，下次如果刚好忘记带钱包，也不用担心会出糗哦。